姐，歹势啊，啊无注意你来啊。无紧啦，我是有代志要来找你啊。敢讲小弟的代志还袂解决，啊对方阁会找麻烦哦。阿姐，你免烦恼啦，交予我处理啊。唔是啦，代志哦已经解决啦，我是要来甲你说一大声。我甲仙童妈妈想要请你食一饭啊。阿姐，唔免这么客气啊，这无啥。虽然讲哦，我阁无赞成你甲仙童做伙，但是你替阮解决这个代志。我按照你说，嘛是要甲你说一个多谢的，哦。但是我要先甲你讲清楚，我原来无赞成你甲神童做伙哦。阿姐，请你放心啦，我唔是为着要让你同意，才会出面处理这件代志。我是要让神童卖这么烦恼。爸爸要跟你做伙吃饭，感谢你甲斗三工。安尼拄好证明伊就是乌道的啊！啊，才用乌道的方式来处理代志啊！我今日想要睏呢，而且哪有人讲要请人吃饭？讲啥物？你莫掠做讲你甲阮斗三工，我就会同意你俩做伙这种话啊！恁爸爸哦，是公私分明，这是爱查某囝的表现。无怪哦，伊会教出像你安尼善良的天使。你莫掠准讲，你甲我学了，我就袂烦恼。心头，你莫烦恼啦，我真愿意接受丈人的刁难。你嘛知影，我无啥物亲人，会当加甲你的亲人做伙，我感觉真好。我会打拼争取伊的认同，这是为着你，也是为着我家己。你哪会咧吐大气啊？要安怎？我感觉我愈来愈爱你啊。那换你咧吐大气？要安怎？我嘛感觉我愈来愈爱你啊。阿姐，阿姨，您好。你先坐一下吼，我汤哦要好啊，连面都会使食饭啊。好，多谢。你讲迄个老大最后去找你学拳哦。阿姨佫带五六个少年做伙来学呢。安尼是毋是算因祸得福啊？啊，对啦，这五万哦，你先收落来。朋友交往吼，上好是莫有金钱来往啦，安尼以后较袂无麻烦。爸爸，你是毋是误会啥物啊？啊，伊毋是叫你借钱，啊，即摆家己行李。毋是啦，这是顺哥比赛奖金，伊乱把这钱摕予我，啊，我才欠入去银行内面。伊的假金婆啊、假金仔拢伫我遮。是啦，阿姐，我有甲你讲过。我拢会把比赛奖金哦交予欣桐，啊，因为我较袂晓管钱，这部分哦就拢交予欣桐去处理啊。好啊，伊等食饭啊。食饭。孙啊，真多谢你替我人好解决伊红诈骗的一件代志。阿姐，这无啥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先吃饭，先吃饭。吃饭，吃饭。来，多谢。啊，小兰姐，我准备这欣桐上爱食的芦笋丝。我拄好想要食，感谢。本心疼吼，爱食的应该是鸡翅啦。今日吼，这几道菜拢是心疼爱食的菜呢。
啊，恁才熟识无偌久，无了解哦，嘛是正常诶啦。无紧啦，欣桐哦是阮诶查某囝，阮哦就是上了解伊诶人啦。阿姐、阿姨，恁一定哦是全世界上疼欣桐诶人。我以后一定更加用心去了解欣桐，我会尽我诶全力去对伊好。其实我无佮意食鸡翅，我一只鸡敢若两只腿，姐姐佮弟弟拢真爱食鸡腿，我无想要互恁为难，无佮意抢，我就会主动去捏鸡翅，想知安尼互恁误会我佮意食鸡翅。啊，佫有这小黄瓜。迄是因为这菜较好处理啊，安尼就会当替妈妈省出一煮饭的时间，我才会讲我喜欢食小黄瓜。你的意思是讲，这菜你拢无喜欢，只是得配合阮。这菜我喜欢食的就只有这笋丝。啊，嘛是你甲伊讲，伊才知影的啊。我无甲顺哥讲过，我喜欢食笋丝，伊会知影，应该是因为大家去买便当的时阵，伊看我拢会爱这项菜，伊才知影的。顺哥就是安尼，伊足关心我，嘛足疼我的，真侪代志毋免我讲，伊拢会知影。伊甲我讲过一件代志。我拢一直记伫个心内。伊讲，伊即马无法度带我去食大餐，毋过头一嘴甲最后一嘴，伊永远拢会留予我。阿姐，阿姨，咱先食饭啦。一碗鱼啊！你慢干，咱去喝啦。你慢去吃过。妈妈，你吃看没？你吃好吃。思念的你，予阮愈来愈活，唔惊落。